欢迎收看《星火飞腾》。最近香港经济放缓，做生意的要面对风险，有人做不住执笠，有人就越做越好。我们今集的嘉宾 Leo 两样都试过，不够30岁就有5间食肆，流动资金过100万，但忽然之间执晒笠，还要倒争几十万，为什么会这么大起大跌呢？香港地嚟講，要開間 cafe 咧，我諗你預100万，600多尺嘅 cafe 啦，講緊係喺大埔一啲比較偏遠少少嘅地方，30000蚊租，一開始已經有3個月嘅按金同埋1個月嘅上期，出牌咧揾顧問40000蚊，裝修、廚房啊、防水啊，甚至乎消防嘅嘢咧。噼里啪啦夾埋都要60-70万，咁跟住嗰20万咧，就可能攞嚟買啲爐具啊、刀叉碗碟，咁所以你預100万都仲係太過保守，一定係揀女士為主噶啦，因為我做呢咁多年嘅生意咧，都係個女士同啲姊妹嚟一齊傾偈，坐低食下啲優雅少少嘅嘢啊。甚至乎就係個女士帶個男朋友或者帶個老公嚟嘅啫，就甚少會有話幾個麻甩佬咁樣走過嚟坐梯就食個 all day breakfast。呢度咧個裝修咧就以簡單為主，一入嚟就好 shop 會見到就個金具，附近有好多壁畫。以前做嘅餐廳咧，因為喺地鋪，我同啲夥計講明嘅，個客坐超過1個鐘頭咧，就喺側邊擾擾攘攘啊，又收佢碟啊。咁但係呢度又唔係嘅。你10点钟开门，你坐10点钟闩门咧，都冇问题嘅。所以你会见到咧，呢度系冇 waiter 冇 waitress， 自助形式啦。啲客嚟到，买完嘢食，自己坐低，自己执嘢，见下个感觉咧，就系佢自己有份。呢间楼上咖啡系方达贤 Leo 开过嘅第7间铺，24岁就开展自己嘅事业。佢嘅创业路由佢大学毕业之后打咗3年工开始。打工期间啦，工余时间跑展嘅，即系嗰啲美食节卖鱼蛋，咁啊发觉我几好做喎。咁加上嗰阵咧就识咗卖小食嘅老板，咁佢又觉得我几勤力，俾我去佢间鱼蛋。即係小食店嗰度咧，就實習學整雞蛋仔啊，學沖珍珠奶茶，用咗1.5年嘅時間去學，跟住再用2個月嘅時間去揀鋪，咁啊前後用咗8個月開第一間鋪喺元朗。做魚蛋做啲小食咧，就一定要啲個鋪位係靚少少，即係喺啲街邊人流旺啲。咁以嗰陣元朗13万嚟講咧，即係未有自由行嚟都算貴。飲食出品其實正正常常，熱辣辣咁其實已經 OK 噶啦。咁都有錢賺。小食店做咗2年啦，咁就完約。加上嗰時覺得做小食店咧都係辛苦啊，太熱啦，就想做啲舒服啲、乾淨啲嘅。咁所以就喺同一個區就揾咗第二間鋪，咁就係做cafe。香港人咧就注重健康得嚟又懶啦，又唔走去買生果啦。有生果覺得好食啦，啲木瓜有營養啊。咁點啊？你唔中意批皮啊？咁所以我就喺意粉同埋 all day breakfast 側邊咧，就一定會有一份好大份嘅生果，係有個火龍果切開一半，掛喺啲肉，再裝住5-6款生果。一開嘅時候咧，個生意係好到不得了，300尺嘅鋪頭，1個月可以做28-29万甚至30万生意，順利喎，整一啲 business plan 啦，咁就我以前老本行啦，因為我以前係讀商科，搜集鋪頭嘅數據，揾唔同嘅資金就投資落嚟我間餐廳，2年都唔夠，咁就已經將一餐廳由1间變到去5间，咁1间咧就喺元朗啦，有2间喺大埔，跟住1间喺深水埗，1间就喺深圳灣，頂峰嘅時候啦，
下面的伙計大約有四五十人，出糧、買食材和鋪租，每個月夾埋都超過100萬噶啦，即係未計收入。咁所以其實個 cash flow 係二三百萬。讀副學士的時候認識佢嘅，咁因為咧佢係嗰陣時嘅學生會會長，下面就有啲莊員咁樣去幫佢做嘢。佢好叻，佢發號施令。我記得即係要去搞音樂會啊，成啊，其實都係大型嘅。佢可以搞得好有聲有色，總之就係會達到佢想要嘅效果。以我嘅留意咧，佢係冇乜朋友嘅。睇每一件事，每一個同事同埋身邊每一個朋友，可能都係一個價錢。呢個人我對佢嘅耐性就係萬幾蚊嘅啫。如果佢真係唔肯做嘅，咁啊炒佢咯。我要管埋廚房，我要管樓面，我要管水吧，我要管出品，我要管。所有設計的東西，我唯一會後悔的原因就是那個決定不是我的決定。 Leo 有勇有謀，輕易找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身邊人的奉承更令他意氣風發。在他眼中，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有個人合約上面欠我們錢，法律途徑以外呢，當時我還找人去僕個人啊，去恐嚇佢啊，甚至乎去佢嘅鋪頭嗰度淋佢紅油。我覺得呢個是一個解決問題最快嘅方法。我嗰時就問曬好多唔同嘅價目表，我淋紅油收10000，喺隻手上面畫一刀就16000，揾個人喺大陸落嚟一粒子彈就40000多蚊。同人傾任何嘢嘅時候會更加冇餘地咯。即係我心入邊就係、是，喂你再壓支壓捉。再得罪我，我就俾40000蚊出嚟。我拖人數嘅啫嘛，因為現金流其實係永遠唔會嫌多嘅。咁但係繼續攞貨咯，即係仲有要挟佢。如果你唔俾貨，我嗰筆錢我就唔找俾你噶啦。可以發到咁大咧，某程度上就係借咗大陸一啲投資者嘅力。咁而佢哋嘅錢其實係不明來歷嘅，閒閒地都60-70萬。即係只要你個計劃正常少少。而有一些實體的鋪，譬如好似我咁有4-5間的時候，他們是很願意去投資，幫你令到你去做到一間上市的機構。而嗰陣我的 target 是望住上市。當 Leo 5間鋪頭的生意都上曬軌道，目標又未有進展，他反而 hea 咗落嚟。不過亦因此有機會重拾至少接觸的信仰。瞓到黃朝白眼。跟住就可能望下個手機，睇下佢哋有啲咩問題，解決完之後就打下機，簽收下啲嘢，咁就完噶啦。佢都幾玩世不恭嘅，狂劈酒啦，同每一個女仔拍拖咧，基本上都係即係只係想要對方嘅肉體。咁有個朋友同我講：，喂，教會有得打波喎，咁不如一齊打波啦。哦，咁好啦，成班男仔一齊打波，其實我幾 enjoy。有兩個印象啊，對佢。第一個印象咧就係、是，其實覺得佢啊幾叻仔嘅，因為30歲未夠，咁就有幾間餐廳，我又聽佢講醖釀緊開新嘅餐廳。第二個印象咧就覺得佢幾招積。領隊咧就邀請我不如一齊翻教會啦。我不抗拒回教會，因為我一出世回到13、14歲，聖經的故事都聽過了。在那年的12月就有個短宣，那我去咯，跟小朋友聊聊天，自閉的兒童，我講了一些我從來都不會講的安慰性和屬靈的說話。可能你會覺得沒人明白你，甚至可能你覺得我都不明白你，但有一個神他明白你，他今天有個機會叫我來到這個地方，他就是希望令到你去得到安慰。講了2小時，我自己毛管動，哇，我講些這樣的東西，居然是這樣，一句粗口都沒有。但其實在那晚開始，我的心情已經有些轉變，很低落很低落，不斷回想以前的自己，就是青少年階段經歷，回大陸去一些亂搞男女關係，遠性毒品所有嘢都掂曬啦！你仲好唔好意思話自己基督徒啊？出到去咪盞影衰上帝？你不如算啦，你
即係低低調調嚇，你翻舊就翻舊，我哋唔好做，唔好搞咁多嘢啦。我將呢個感覺講咗出嚟之後咧，同工啦就即刻同我一齊祈禱，一路祈禱一路喊，有內疚啦，有被愛嘅感覺啦，同時亦都有一種係釋放。佢選擇得愛我，同埋要我翻返去佢身邊，佢已經知道我做過啲咩。我唔需要再因為呢啲嘢而成為我同佢之間嘅阻隔。浪子回頭 ，Leo 放棄以往做生意嘅偏門手法。不過，當佢越想行正路，偏偏阻力就越大，甚至鋪頭一間接一間執笠。翻翻教會，我已經停咗好多唔啱嘅手法，例如對員工嘅壓迫啊、拖數。有個機遇啦，咁係一筆好大嘅錢嚟嘅，一億嘅黑錢。咁我睇下我哋會唔會有方法可以令到呢筆錢變翻白，不斷去掙扎，因為有咗呢一億咧，我就可以做好多嘢，我可以用啲好啲屋，咁我媽咪爹哋就嚇可以住得好啲啊，甚至乎可以上市。咁但係我當我諗到呢個位嘅時候，我就知道我慢慢跌緊個陷阱。喂，上帝，可唔可以？幫我去拒絕呢個誘惑。過咗幾日之後，咁我就死死地氣啊嘛，打電話俾嗰個人，佢話：喂，唔好意思啊，我決定咗唔做啦。我以前嘅 partner 嚟，咁我都知道佢哋有呢個過程進行緊。始終我同佢嘅宗教信仰唔同，同埋可能佢有佢嘅發展，大家慢慢就嗌雜啊，有好多誤會產生，摩擦多咗。咁所以就正式拆夥，俾咗內地間鋪佢啦，同埋俾咗筆拆夥嘅錢。2015年9月內地嘅股市急挫啊，零售業就變差啦，收入低，咁就變咗勒緊褲頭，連食嘢都可能一個星期就出去食一次。咁我全部鋪頭喺兩三個月之內咧，收入跌咗四成，咁但係租金又未跌，人工又未跌。所以就支持唔住咯。元朗嗰邊就要追翻我未完嘅合約，仲有成十幾個月嘅，欠成100萬。我由有到冇咧，其實嗰陣好難受。大埔鋪咧就轉讓俾我舊嘅 partner， 佢仲有啲股份喺度，咁啊未完全甩曬。咁嗰陣我決定咗唔做啦，佢覺得我係遺棄咗佢，咁所以就約出嚟見面。我已經知道空多吉少啦。我一坐低咧，佢哋有四個人，出邊咧佢啊話又有四個人。咁佢都講到好明噶啦，就係話其實如果今日講唔掂數嘅話咧，我就要你一隻手。咁我相信佢哋係做得出嘅，因為當初我去揾人收數啊、臨油嗰啲咧，就係呢一班人講數過程咧，佢哋有指責我啲問題，咁我認錯，係啊，對唔住，係我做得唔啱，係唔好意思咁樣。咁所以反而令到佢哋就冇一個開拖嘅機會，額外俾筆錢佢哋就了事咁樣啦。咁跟住嗰班會做嘢嘅人就走咗啦。咁啊得翻我同我嘅舊 partner。咁我都估唔到，我喊咗出嚟，我同佢講對唔住，我話對唔住啊，會令到你做一啲咁嘅嘢嚟對我。我當初一定係好 hurt 你，其實嗰陣佢都呆咗噶。我是有不開心有可惜，但是我是很清楚知道這個是一個新的開始。Leo 的改變連他自己都想不到，他不再利字當頭。上年九月，他將以前餐廳的食物工場改建成咖啡，除了做生意，還會開放給有心人。睇到個需要啊，就係印尼人嘅需要。我覺得佢哋喺香港地咧，夏天坐啊好熱，冬天坐啊好凍喺街。咁我想有個地方可以俾到佢哋，我將馬拿改建啦，逢星期日咧就開放俾佢哋，就提供一個地方，有冷氣，有瓦遮頭，就唔怕你風吹雨打。加上就嗰陣咧，我揾到一位印尼嘅宣教士嚟同佢傾偈，咁啊好好啊。過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咁佢哋就信咗主。
很多不同的青少年機構甚至乎老人機構呢，就透過上網就認識到這個地方。有一次就有一班老人家上來新春一起玩一起唱歌跳舞這樣，那我就食物連埋場地三個鐘頭呢，收回他們每人30元，那就叫做收回個成本。譬如青少年團契，那他們要個地方有個分享，那有時候可能我就會分享回我的過往的經歷，以前入黑社會啊，吸毒。這裡9個月了，我都是沒有人工出的，而在沒有人工出的情況之下呢，我還要是因為我之前的生意呢，那我是負債，以前可能我不用落鋪，但現在我要做收銀、出餐同埋要做水吧，是辛苦的。一個星期都會來一次，話就話叫上來吃嘢啦。我自己的心就探下去啊。Leo 亦都在這段時間上面即經歷過很多，差點要破產啊。我成日用一句說話咧嚟到去，即係叫做彼此嘅提醒。做神嘅工作咧，神唔需要我哋去轉彎抹角走正面，只需要我哋合情合法合理去做。只要嗰件事情係上帝嘅心意，神一定會包底嘅。每一次佢哋唱詩歌咧，我就會喺入邊走出嚟。咁啊，望住個情景，咁就會發覺呢一個情況係無價嘅。以前揾幾多錢，有幾多夥計，都唔可以俾到嗰一下嘅滿足感我。因為你係知道自己真真正正做一樣啱嘅事。如果冇特別活動，咖啡逢星期日休息，因為 Leo 覺得翻教會比賺錢重要。在这里他甚至找到人生路上的另一半。我和我未婚妻认识就是回教会。他是一个很乖很乖很纯品的人。我唯一可以证明到给他看我的诚意就是我对他完全的坦白。其实那时候他是染了金毛和戴了耳环的。我第一个印象开始是觉得咦这么矮的，为什么这个弟兄。3-4個月左右之後咧，佢就約咗我出去啦，睇戲啊，食飯先嘅，跟住咧表白我，好坦白講翻曬佢過往所有嘅經歷。聽到嗰陣時係，哇！佢唔講收收埋埋，到時慢慢逐啲逐啲講，反而我仲會亂諗嘢嘅，反而佢咁樣我會好安心。我都一反常態嘅，3個月嘅時間就唔拖唔錫嘅。就純粹了解，反而冇咗嗰啲親密嘅舉動咧，就多啲溝通啊！啱啱嗰12月嘅時候，我同佢求婚，佢又應承咗我。佢1至6都要翻，要見佢咪上嚟陪下佢咯。基督徒冇話要咩順風順水咁樣噶嘛，反而就係佢經歷呢啲高高低低嘅時候，我陪佢一齊行。呢1-2年裏邊嘅轉變咧，係突然之間。是180度，有一個很穩定的女朋友先啦。佢一直都是一個很比較自私的人。到到而家，佢每一次即係喺 WhatsApp 裏邊完咗 conversation 之前，佢亦都會去問下我有冇代禱嘅需要。即係如果你話以前佢會為我祈禱咧，我諗嗰日佢應該食錯藥噶啦。我以前所有嘢嘅專注點咧，都放咗喺點樣發展自己事業入邊。所以就從來不會放時間在身邊的人，但是現在我多個機會回家，即是我跟我媽咪的關係都好了很多，閒談講埋些無聊的甚至乎鬥嘴。有一句金句成日就在我身邊，如果有個寶貝在這個瓦器上面，就是要令到我們知道這個這麼大的力量並不是出於人，是出於神。我有這個能力和這個榮幸去參加天父這個安排呢，並不是因為我這個瓦器厲害或者漂亮，但是因為天父我有這個機會跟我一起走。記得第一次見 Leo 是在他的餐廳裡面，環境很簡約很舒服，牆身寫上聖經的金句，書架那裡還有些心靈和信仰的書籍，食客來到除了醫肚心靈都可以得到滿足。 Leo 有生意頭腦，20出頭就開始大展拳腳，但是當他越成功，他就越走偏，為了生意無所不用其極，和至少認識的信仰背道而馳。
因为耶稣的感动， Leo 诚心悔改，将生命交回给耶稣。以前他做生意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肯定自己的能力，但是今天他的想法完全不相同，做生意是为了服侍耶稣，服侍人。虽然钱赚少了，甚至依然未有粮出，但他反而觉得很平安。如果你都好像 Leo 以前一样，觉得赚钱大过天，甚至放弃做人的原则，现在觉得良心受到责备，好想改变，我鼓励你跟我同耶稣倾几句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承认我以前做的事、想的事全部都是为了赚钱，甚至不择手段，钱赚到，但是我觉得不开心，觉得没有平安，甚至我的良心责备我，我帮不到自己，但我相信你可以帮我。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，我邀请耶稣你入我的心里面，求你释放我，求你赐给我真的平安，是钱给不到的平安。我愿意一生跟随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爱我，主耶稣。有时浪子回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诱惑时不时都会出现，庆幸 Leo 有朋友支持行正路，我们都很想撑住你，欢迎你立即打来 CBN 关怀热线，号码是3188-3803，你也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的。请你立即登入 CBN 网页，加入 CBN 乐透社，用金钱支持 CBN， 只需要每个月200元，你就可以支持我们继续行善。我们会送给你《星火飞腾》第15集的 DVD。你的留言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好像早前有一位观众在 WhatsApp 说，每次看你们的节目，内心都有一阵暖流涌上心头。星火飞腾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，主持的亲切态度令人有温暖的感觉，多谢你们的爱。在5月7日的星期六早上，是 CBN 港岛区麦奇的大日子，当日天朗气清，同工连同200位的义工在街头和大家见面。除了麦奇，更加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 CBN 的工作和服务，接触大众。你又有没有参与其中呢？在这里再次多谢每一位义工的出力支持，每一位麦奇者的出钱捐献。 CBN 会继续努力，请你成为星火有心人，为我们每一集的播放祈祷，为每一位的观众祷告，在你的 Facebook 和 WhatsApp 同亲友分享，与星火同行，齐做有心人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神在太美好，齐冲破。